广场跟我们每位朋友相聚在一起，很开心。尤其明天就是圣诞节了，所以呢，我也站在这里祝福在座的好朋友圣诞节快乐、平安。最重要的是讲吼，咱在做好朋友安尼吼，落雨安尼啊，足寒安尼吼，足哎，足担心讲你那边会感冒呢，你会感冒。小心，我一直要往前靠近你们，结果差一点就跌倒了。哇，真的，你们回去哈、哦、要好好的喝姜茶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你们真的是超级的粉丝，我站在这里跟你们说声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哦。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的。接下来我要再唱一首歌。有你们点唱好不好？好啊，有你们点唱。什么歌？梨花妹。梨花妹啊，大声一点。梨花妹。梨花妹啊，好，梨花妹，你就要跟我哎，梨花妹的第一句怎么唱啊？来，哇，好棒哦！就像我爱你们，就是永远不后悔。好的，梨花。谢谢您，谢谢。想知是万
不了你一直祝大家幸福美满哦，感恩，谢谢您，再次谢谢。